接骨汤机需要准备温水，那那个水的温度大概在30度到40度，那把热水倒进去以后，将里面搅拌均匀，然后按连续出汤键把水排出。那我们在第一次连续出汤完以后，把桶子里面的脏水从后面倒掉，不可以从前面用，因为从前面有IC板，所以如果水渗进去的话，你机器可能就坏掉，所以我们要从后面倒掉。那把里面的水倒掉以后，我们再以清水再做同样的清洁动作，就是把清水倒进去，然后连续出汤完以后，然后把内部的水一样倒干净以后，然后用干净的抹布把里面擦干，这样就可以了。